球队史发言，拿下本季个人的第六胜，要不要跟球迷朋友分享一下自己今天投球的感觉？其实今天的心情就是因为昨天我们投手失比较多分，所以因为接下来还有三场比赛。我自己想法就是可以吃越多局数，然后把分数控制住，然后这样我相信我们球队的攻击也一定会支援我。然后真的感谢主，然后今天的剧本就像他安排的，一切都很顺利，谢谢。从上半季过回到一军之后，常常都找出非常漂亮的投球成绩哦。是不是在二军调整这段时间，是九特别加强哪些部分吗？其实就是不管是二军的教练团啊，还是一些学长，然后我都是有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啊，然后让我自己当然也有在二军那段时间，也可以好好的去思考，把自己不好的地方，然后做得更好，对啊。